操盘战将。台湾收看操盘战将，来先看这张啊，跟这个应该说这个画面 ，FED 会议。我跟你讲，昨天晚上美国股市的拉回，今天台北股市很多股票的拉回，预期心理令人失望 ，disappoint， 失望啊 ！FED 的会议记录在12月12号、13号的会议纪要啊，你们把它当作一回事？你们把它当作好像是重中之重的感觉。12号、13号，上个月那个会议记录，因为这句话，有官员认为视情况而定，仍有可能进一步升息。尽管决策官员同意通膨若持续降温度，便在可能在今年开始降息。这是有一部分官员，有一部分官员跟决策的官员，专门在下决策的官员。然后你忽略了决策官员的讲法，而去看一些有些官员。我跟你讲啊，这个东西出来哦，是要告诉市场一件事情啊，很简单，我用白话文讲，好不好？你起太多了啦，你涨太多了啦，你有听到我意思？你涨太多了啦，你涨太多了啦，我们都还没有要启动降息，三月份也还没到，也还没宣布要降息，你的股市涨那么多，要不要降温一下？然后市场也找到了一个合理的理由跟借口，对啊，真的涨很多了，要不要拉回来休息一下，降温一下，冷却一下，技术面也要交代一下嘛，要不然你乖离率那么大，突然一个急跌下来也很恐怖嘛，所以适时的拉回，适时的整理，我认为有何不可，合情合理。所以他拉回，那就让他进行一个什么，一个震荡整理嘛，就跟这边一样嘛，拉回再让他进行一个震荡整理，我觉得合情合理，你不要太过度的悲观。我觉得现在很多市场上觉得好像看到一点新闻，然后就把它过度解释，像地中、不跟着那个中东的红海事件，哇，你看今天的长荣，哎，长荣不错啊，长荣今天再创波段新高，哎，虽然留一个上影线。我在这边我已经跟各位聊过航运股了，四个字叫浅尝辄止。阳明今天不错哦，有突破这边的高点哦，但万海好像还好，那台华投控也还好，哎，没有错，欧洲的运价报价在上涨。我看到报纸夸张说要涨一倍，甚至涨。我只问大家一个问题：美国的港口有塞港吗？美国的港头那个港那个对港头那个港口工人有没有罢工？中国那边的港口有塞港吗？我就问这句话，有吗？美国，因为大家都要出货，大家都要卖东西到美国去吧。美国的港口有塞港吗？我好像听到没有，哎、欸。啊，美国的港那个港口工人有没有最近在罢工？所以那个人员不足有没有？没有啊。啊，中国那边有没有？也没有啊。各位，你知道有多少新船这两年下水？你知道有多少艘吗？这两年？有人说100多艘，也有人说接近100艘，有人说甚至更多。你知道那个供给有多大吗？好了，我讲到这就好了。我再强调一次，现在跟过去的时空背景完全不一样。你不要把现在然后复制贴上，对，两三年前的大航海时代，我给它复制然后贴上现在。我作为一个分析师，我还是要客观的跟，我不是在教各位冷水。而是说，这是一个题材，这是一个也许是利多题材，对，啊，就好好的操作一下嘛，赚一下短线价差也可以啊。我要讲的是，你认为他们是主流吗？我过去也有超过货操作货柜三雄啊，
我们那时候也是赚很多啊，但我持平而论，现在没有那个条件啊，因为需求面没有扩大到说非常哇，货柜要塞港，码头工人对不对应接不暇，我没看到啊。啊，他们是主流吗？对啊，今天他们上涨不错，但我有讲过了，浅尝辄止啊。我认为主流还不是在这边，我认为主流在哪里 ？AI 啦，主流还是在 AI。今天啊，有点喧宾夺主的感觉，你知道吗？我在看今天的盘面啊，哎，口罩股又来了，哎，涨停板哎，锁三万张哎，哎，很强哎，康纳香也是啊，可能不过康纳香没有锁住啊，对，不过恒大锁住。哦，哥，你有没有去逛卖场啊？你们去逛卖场，你知道现在口罩啊，随便你买，你爱买几盒你就买几盒，打折啊都可以，买两盒送一盒，买三盒送两盒，随便。你有没有去大卖场看一下？你去看那个口罩现在有多少啊？它是主流吗？我今天听到盘中有人在讲这些，我觉得可以浅尝辄止，赚一下时机财。很简单，因为他们跌太深了，所以就是很简单一句话：跌深反弹，跌深反弹，跌深反弹，对不对？跌深反弹就是这样，很简单，一句话解释交代完毕，好不好？因为在 LINE 里面有人问我这几只股票，我在我的节目先跟各位报告，顺便也跟各位讲，美国股市拉回来不要紧张啦，哎呦，涨多回档一下而已。你也让他休息整理一下嘛，休息是为了走更长，你都不让他休息喘口气。哎，跑马拉松也有中间也有休息站，可以让人家喝口水啊，吃个小点心什么之类的，对不对？你有没有看过马拉松的比赛？有嘛？休息一下，不要紧张。趋势没有变，台北股市也是如此，趋势没有变，不要因为看到这根长黑 K 棒。昨天我在看很多的投顾节目跟财经节目啊，哇，风声鹤唳啊，你知道吗？一看到长黑 K 棒，惊弓之鸟，哎，大家是，对，没有错，选举也是因素之一哦，美国股市拉回也是因素之一，但它会改变我们的趋势吗？它会改变台北股市的结构吗？它会改变接下来的科技的新的发展吗？会不会1月9号的 CES 展会不会因为这两天美国股市的拉回，然后我们就说啊延迟延后，会不会？或是因为鸿海的事件，会不会？那答案很清楚了嘛？啊，主流在哪里？今天有些股票，我认为它是配角，甚至我觉得它是临时演员，它是临时。我不要点名啊，好不好？我不要去点名。我觉得今天的有些股票你要注意啊。它拉回的速度会很快，我先做预告，我不是在唱衰，也不是教你冷水，我想尽一个分析师的义务。我除了讲我的股票很强以外，当然我也希望能够告诉你一些事实的真相，而不是让你蒙着眼睛闭着那个什么。哎，有一句话突然怎么说，我突然忘记了啊，带着钢盔往前冲，不能乱冲啊。主流不在那边，主流在哪里？主流在我这里啦，各位。我昨天讲了，科技战开打，我看到的是一个现象。我为什么要你跟着我？我为什么要你跟在我身边？为什么要你来拿我的股票？因为我的看法、我的论点、我的胜率常常是很高的，我的见解常常是正确的。我说过了，各位。我领先媒体，也领先同业，我站在的制高点，我看的比你远，我看的也很深也很广，所以我看到这个事件，我不会说看到这个标题我就说啊呵，电子股完蛋了，不会啊呵，利空，不是这样看的，好不好？这对我们台北股市的某些股票有什么样的影响？这报纸也有讲到嘛，英雄所见略同啊。所以我们从现象里，各位，我看的是现象啊，你们看的是股票，所以我们看的角度是不一样的。
今天金利科再往上拉，我昨天在讲，我昨天看，我说304块嘛，我昨天公开价位152块，我昨天如果你有看我节目，你也知道。但是除了金利科以外，还有一些事项，我想要跟你做个沟通，我想厘清你的疑虑，顺便建立一个正确的观念给大家。我的节目就是这么有营养，就是这么有深度，可以吗？各位，今天的报纸我看到说美国经济肯定会软着陆，没错，没错，这对股市是好还是不好？我跟你讲，是好的，要不然美国他要降息，他总要找理由嘛，这就是一个非常好的理由嘛，不是吗？啊，既然如此的话，你要担心美国股市还是台湾的基本面吗？不用啦，各位不用，新军的看法都没有做任何改变，你只要好好的选股。虽然这两天你看到很多电子股拉回来，你会有点灰心，有点气馁，有点疑虑，或是有点恐惧，其实大可不必啊。你只要跟好跟紧，跟在清俊的身边，来拿我的股票，你会发觉哦，就算外面大风大浪，惊涛骇浪，我跟你讲，我们这边很平静，我们这边很安和。为什么？因为我气定神闲，因为我看得懂趋势跟未来，因为我看得懂股票的一个什么一个变化。今天盘面上的股票我一看就知道了，配角有些股票涨假的啦，这是一种掩护的动作而已啦。各位，金利科，我今天已经听到有人在讲哦，说什么金利科因为中美科技战，所以金利科会受惠，已经开始有人在聊了。那我没有意见啦，我没有意见啦，我只能想跟你说，各位 ，AI。在2024绝对是主流，绝对是主流。这是外国的分析师在看好美国的科技股。我跟你讲，各位，我认为非常的有机会。如果有机会的话，那台北股市呢？因为今年 AI 的应用很多嘛，各位，我今天看到有份报纸在讲说，三星的 AI 手机也来了。他的手机居然1月18号要亮相，AI 的手机说它可以即时翻译啊，有还不错的功能。我看到这个，也让我心痒痒的，不错啊！你到国外去，不管到美国啊、欧洲、中东，对不对？用手机就可以即时翻译了。我跟你讲，这就是一种新的应用，这就是新的应用，更何况是 AI PC。现在 AI 手机已经开始在有点在浮上台面了，所以我跟你讲，各位啊 ，AI 注意 ，AI 还是今年的主流啦。市场的讨论的重点，内资外资他们想买的股票 ，AI 一定是首选。那内资大户有钱人，他们想买什么样的 AI 呢？重点来了，还是去年的 AI 伺服器那一块吗？会不会是新的？因为 AI 的手机，因为 AI 的 PC， 我跟你讲啦，相关的零组件啊 IC 设计啊，我认为都非常有机会啦。像记忆体的部分，我看到三星、美光都在讲了。在记忆体的部分，你也要注意啊，相关的概念股，因为不管是 PC 还是手机。因为 AI 的运算，它的算力你需要比较大的频宽嘛，它又会造就一个什么新的 DRAM 的革命啊，让 DRAM 又有一个新的出口，又有一个新的应用。不过这两天有些股票在拉回来，我看到今天的南亚科已经开始在涨了，不过我没意见，但我看好的不是这一支，我看好的是别支啦。我只能说，各位注意，好股票是不寂寞的，好股票是不会寂寞的。就算这两天大盘有一点阴影在，但是
整个大方向趋势都没有任何改变，有的在攻啊，有的在守啊，攻击的啊，那就很强了，对不对？我今天在LINE里面也有跟各位聊到这支股票，金利科，哇，哎，我们再复习一次好不好？我们再看这段的 VC 啊，金利科，老导播 check out， 这支股票。涨停板152块，到今天320了。152块，我昨天说乘以2是304嘛，到今天已经320了。我今天看到盘中看到一个分析师在讲，他说他看不懂金利科为什么会涨，一个股市的老前辈。那我听到他的一个讲法，他说他看不懂啊。他跨我低管，为什么金利科会涨呢？对不对？啊，营收获利还好嘛，收手不怎么样啊，前三季还亏1块钱呢，十二月营收也比去年同期还好嘛，对不对？我没有说我比他厉害啊，我比较懂得操作股票啦，因为我在操盘嘛。我是操盘战将嘛，我不是什么产业战将。你知道有些竹科的工程师啊，你知道竹科的工程师哦，他对他们公司的产品非常的熟嘛。啊，有时候看到那个财经媒体在讲那些有些分析师在讲他们公司的产品或是他们公司产业的时候啊，他们在家里就说：“我无你咧讲虾米啊？啊，那乌白讲胡说八道，你会懂得比我多？”哎，有些竹科的工程师，他们有时候看财经节目、看投顾节目，他们会这样想：哎，你我听别人跟我说的啦。那个分析师到底在攻虾米啊？你攻虾米挖沟？我听都无。他讲那什么东西啊？跟我们公司产品风马牛不相及。可是我要跟那些工程师讲一下，对的，产品你们的产业也许你很厉害，但是问题是资本市场，不好意思，我很厉害。股价的变化，股价的涨跌。筹码的一个什么一个多空，不好意思，我是专业。也许你们在你们公司的产品，你设计晶片，或是你在创造一些那个生产一些产品，你很精专啊，你很厉害，你很高明。可是问题是股票市场不一样啊，不是你的产品很厉害，你的公司的股价就会涨，没有这回事啊。那要看筹码，那要看市场的多空的心态。所以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不如听我来讲了。我说的最有理啦。为什么？什么时候跟你讲的？我什么时候跟你公开的？我不想跟你聊金利科他的基本面啊，他做什么的啊？太 low 了，太 low 了。我要告诉你的是什么？这一只股票，下一只股票，股价的变化，股价的涨幅，未来的潜力。我要跟你聊的是这一块啊！你花那么多时间去聊产品的基本面，设台积电怎么样设计晶片的啊？哦，那些 AIPC 是怎么样运作的啊？怎么样组装的？你讲这干嘛？我听了我真的会睡着哎！我真的想转台呀、啊！你的公司秘密啊，那个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我要听的是你推荐我的股票可不可以让我赚钱？我来拿你的股票可不可以过一段时间可以让我赚到大钱？这才是你们要的嘛，对不对？对吧？然后顺便听听我对盘势的看法。为什么大家喜欢看清剧的节目？就是这样啊，各位啊，今天金利科来到159%了，快160了。我很感恩啊，这一段的辛苦，前面的前置作业，中间的努力，多少的辛酸。多少的辛劳，多少不为人知的事情，在今天159%用数字来慰劳我，来慰劳我，同时也慰劳你打电话进来拿的朋友们，因为你们的支持，因为你们的一通电话，这个数字，这个涨幅，我跟你们分享，
我跟你们共荣，金利科。老师，我听到有人说这次股票跟 AI 有关系，但是我跟你讲，接下来最厉害的，我认为不是金利科啦，他啦，是他啦。我不想跟你吹金利科或安国，哎，安国今天拉回来啊，8054的安国，老师拉回来要干嘛？你猜？你猜猜看呢、啊？老师目标价上看多少钱？啊，你可以来问啊。啊，你又不问，老师我又加码，老师我什么时候要买，什么时候要卖？啊，你可以来问我啊。LINE 在这里，我在这边，好、哦，我会隐身在 LINE 里面，我会跟你对话，我会跟你沟通，跟你交流，顺便跟你提醒一下，给你一点建议。当然，如果你愿意听我说的话啦，你不嫌弃我的话，各位。还没加 LINE 的赶快来加 LINE， 在 LINE 里面我们可以聊很多的事情，比如说安国，比如说金利科，甚至这一支股票。不过这一支股票，各位，我要跟你讲 AI 啊 CES 大展要来了， CES 大展要来了，各位，在 AIPC 这一块，还有 IC 设计这一块，或是 AI 伺服器这一块，或是 AI 手机这一块，各位，到底谁会独领风骚？到底谁会率先大涨喷出？你知道是谁吗？这么多 股票里面，你不用猜啦，我帮你选啦，你只要做一件事情，好不好？打电话进来拿就好了。这些的研究，这些的判断，这些的找寻，这些的前置作业交给我，我负责，你负责做一件事情，打电话进来拿，然后呢坐在轿上享受涨停板的乐趣，你只要负责这个就好了。前面的东西这个你交给我，这个我交给你，好不好？我们分工合作，这个部分交给我，这我来找，你来负责什么？体验涨停板的乐趣。这一支股票，大户的 AI 标股，在 AI 的股票里面，各位，有人说这一支的标法可能比金利科、可能比安国还要夸张。这一支股票，大户的 AI 标股 ，CES 展1月9号要来了，在还没有正式展开展览之前，这一支股票赶快拿到，拿到之后来电进来，这一支股票未来涨停板的乐趣，让你独自享有。打电话，进广告。金融限瑞贺新春。168飞龙在天专案，金龙飞天让你旺一整年，发财专线02-8511-3366，02-8511-3366，鼎业投顾。相信从鼎业开始，我们是一群共同追求股市决胜大师级的研究团队，从实战中克服人性并战胜主力，我们不断地超越自己，也协助您实践梦想。相信从鼎业开始，我们希望复制一个又一个成功者的故事，而每一个成功者都有一个开始。相信我们的专业，相信自己，您就能找到成功的道路。相信专线02-8511-3366，8511-3366，鼎业投顾。看全球财经台，除了家中有线电视之外，您还可以这么做：网络影音平台 YouTube， 能上网就能看，而且免费。
改变收视习惯就从全球财经台开始。操盘战将，这是你打电话进来拿的结果，这也是你打电话进来拿的成果。所以一通电话真的会改变你的投资人生啊，一通电话拿到我的标股，各位真的不难，赚钱不难，难在你的一通电话。这一支股票我希望大家好好把握住，这一支的标法，各位啊，我现在哦把 AI 写在这边，我就告诉你就是这个题材，好不好？我把范围限缩，就是这个题材 ，OK？CES 展，中美科技大战，各位，这一支股票，金利科打电话进来拿的，打电话进来拿的，打电话进来拿的，未来一个月以后，好好把握，来电送给你，明天见。本公司与所推介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投资人应独立判断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